少他妈废话，有这功夫多杀几个鬼子，难比你杀的多，那这是技巧，那可未必。 快！我们来了，去干活！三十四大，先三十六！我们来了，去干活！三十四大，先三十六！先三十六！哎呀！哎呀妈！
哎，老苏，哎呀，咋起来哦？我咋把你给抱撞了？我要是有人中枪咋办？哎呀，我是个脑壳不听，我不是个关兮兮的我。哎呀，我要送回去。不得行，我送回去的话，那个长官肯定觉得我是逃兵。把我枪毙到了！哎呀，娘，我就把这个药箱送回去，我送回去我再回去看你哈。咋跑的？我到时候还咋跑？哎！营长。我们就剩这些兄弟了。其他人全牺牲了。不能把牺牲的兄弟就这么扔这儿了。把他们全都埋在一起。立个无字碑。等到打跑鬼子的那一天，我们要是还能活着。就回来找他们。带他们回家。是。你们几个跟我来。到底怎么样了？孙梅牺牲了。真的？真的？要不是你，他怎么会死？李忠安，吴忠义。小鬼子已经打跑了，咱俩的账也该算算了。李雄安，你敢升他们队长，那要你命！别动，大奎，别动。我既然敢杀吴忠义，自己就没打算活着。小文，你觉得我怕死吗？你怕？如果你死在小鬼子的手里，你是英雄，是烈士，你当然不会怕。可是你死在老子的手里，好像没什么价值，所以你怕。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说的对，我确实希望自己死得有价值。你不是这样的吗？可惜你没这个机会了。今天老天开眼，你终于落在老子手里了。不过老子三番五次的要杀你，你却救了我，这个情老子领了。打仗之前我还在想，你我之间如果谁死了，这个仇也就算了。可惜呀，咱们俩都活下来了。你要跟我说的就是这些废话？我是要让你死个明白。再说了，老子自己也要死了，难免话多点。好了，吴忠义，上路吧。姓李的，你干什么？把枪放下，把枪放下。李秀文，敢不敢赌一把，我们一起开枪？我敢保证，你没办法活着看到我死。我知道，我没你枪快。
这回看谁命大。哎，你！是一个好歹，我不是武工队长，你也不是国军连长，我们真刀真枪的干一场，做个了断。你报你的情仇，我报我兄弟的仇。队长，三五哥伤得太重了，必须马上包扎。肖思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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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香的，肖思川，肖思川，肖思川。三虎，三虎，老子是挂西流，你说我抱着你爪子嘞，老子，哎呀，哎。啥情况？这是，元儿，我说是雨林刀哦！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回头，回头，看见了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没死哦！马，大哥，英雄好汉，饶命啊！别跑啊！别跑啊！哎，跑！我。三虎，三虎，你说说话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啊，是烧糊涂了，伤口必须赶快处理，要不然就麻烦了。都他妈怨你，你个王八蛋！你他妈冲我嚷什么呀？我又没想伤他，他傻不愣登的自个儿扑过来的。三虎要是有个好歹，我怎么找你算账啊？三虎哥，三虎哥，休息一下。村了，你到村里找点草药，先救个急。是，注意安全啊！啊！哎，老乡，跟你打听个事儿啊，那个，哎，你们，哎，哎，队长。
他，报信去了。拦住他。是。别跑。让人欺负俺闺女！哎呀，这些人是啥人呐？土匪、八路，还是小鬼子呀？管他是啥人了，欺负俺闺女，俺就打你个狗日的！哎呀，你都傻了，都傻了，也没出息。他一个人也打不过他们呀。不中，俺得搬救兵去。别杀俺！别杀俺！老乡，你误会了，我们是八路军。俺、俺知道你们是八路。啊！俺不知道，俺不知道，俺啥都不知道。我求求你们了，别杀俺！别杀俺！哎，哪们这名声啥时候变这么差了？老乡。是不是前一阵儿有八路军到村子里抢东西？那都是鬼子冒充的，我们是真的八路军。俺啥都不知道，求求你们了，别杀俺！俺啥都不知道。我们只是想打听个道，这是田家村吗？嗯。那老乡，你回吧。俺不走，俺走了你们开枪打俺。有点像小四川，脑子有点瓜。老乡，我们是八路军，八路军是不会伤害老百姓的，放心回去吧。啊，队长，那你觉得有点问题，咱还是赶紧赶路吧，三胡哥的伤得赶紧治啊。是不是真是个傻子？走。这离最近的镇子有多远？不能再拖了，扶上来。大哥，你们真是八路？姑娘，我们真的是八路。不是抢粮食的。八路军什么时候抢过老百姓的粮食？那都是鬼子冒充的，你是被他们吓着了。俺是听说最近有八路在附近村子里抢粮食，还杀人。不过俺看你们不像是坏人。这位大哥受伤了，对，打鬼子受的伤。老乡，离这最近的镇子有多远？我们要尽快给他弄到药，要不然很危险。俺家就有药。你家有药？啊，俺爹拿过来一些药，藏在家里，说是值钱，等着卖呢。那我们能不能买你的药？这得问俺爹。还有，俺也不知道那些药管不管用。这样，你带我们去看看，要是药能用，我们掏钱买。啊，俺爹跟俺一道出来的，俺先找找他去。爹，爹，爹！哎呀，要是土匪，俺逮人就把他灭了。可是要是八路，要让皇军知道了，这八路守到俺村，俺这个保障可咋弄啊？
俺爹呀，可能转到半道上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先领你过去。哎，大哥，俺叫喜明，你叫啥？我叫吴忠义。啥？你就是吴忠义？啊，是。俺们妇女队长去区里开会，回来就跟俺们说你，说你是宽宽厚厚似金刚，打的鬼子叫爹娘，哪家姑娘跟了他，幸福日子万年长。快带我们去拿药吧。哎，这边走。俺家后院有屋，俺给你们拿药去。吴队长，药都在这儿了。俺爹跟那个北军保安团的陈九寿关系好，这些药是托他给买的。俺爹说过阵子要拿到州镇去卖钱呢。这药怎么卖？我也不知道我这钱够不够，要是不够，回头我再给你凑。这药是给你们救命的，俺不能要钱。好，那救人要紧，钱的事回头再说。冤枉的，那个药箱是我在路上捡的。这种事说也没用啊，那保安团他才不管你是不是八路呢，他就是抓一些人呀，冒充八路包上去，他好领赏。你说你是一个外地的，没人做保，还没钱赎身，我就是再帮了你说也没用啊。那我咋办呢？今天保安团都出去清查去了，看来又有批人该倒霉了。到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置。他娘，我就是想回家，我就是想看我老娘，我就是不晓得为啥子就被保安团抓起来当八路抓起来了。世道不太平，我平日里吃点念佛，就是想我下一辈子投胎的时候啊，哎呀，能拖上个太平的年份啊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大娘，我也信菩萨。哎，好啊，你有这份心就好。哎，我呀，到那个庄严寺给你求个签儿，哎，测得吉凶。好。那谢谢大娘，我叫小四川，你帮我去求呀。他到底是啥子？属下无能，请阁下责罚。田南君，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。你是我帝国最优秀的军事人才，只是缺乏经验。这次率队作战，怎么，对中国人的军队应该有深刻的了解了吧？阁下，属下请求停止对八路军根据地的扫荡行动。为什么？阁下，我们原本的行动是奇袭八路的根据地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现在看来，八路早有防备，而且在我们的必经之路进行了阻击。如果按照原定的计划，我们就会进入他们的埋伏圈。钱田军言之有理呀，看来你对中国军队的认识已经提高了很多很多。阁下，
属下之前太过轻敌，所以才导致了我们的溃败。不仅仅是你轻敌，能给我军造成如此重大的伤亡，看来我们之前对他们的估计也是把他们看清了。我会命令取消行动，铁铁军振作起来，大日本帝国一定会有重任再托付给你。嘿，阁下，就算我们取消了对八路军根据地的扫荡，那我们也不能让他们过得安安稳稳的。我们有那么多的皇协军，就让中国人对付他们中国人吧。这些药只能起个急救的作用，要治好三虎的伤，让他彻底脱离危险，还得想想办法才行。队长，还有啥办法？回根据地肯定是来不及了，到附近找个郎中或许可以试试，可现在有些药管制的严得很，估计郎中手里也没有。武大哥，这些钱你们先拿着，给这个大哥找个郎中。不白拿老百姓的钱是我们八路军的规定，更何况你刚才说了，这些药是你爹准备拿回来卖钱的。没事，我们自己会想办法。哎，我怎么忘了，你刚才说你爹和保安团的陈祖寿很熟，那是不是可以通过他拿到药啊？是很熟，他俩总在一块喝酒呢。哎，那三虎哥是不是有救了？能不能请你爹到陈祖寿那儿帮我们拿点药？钱的事儿我们会想办法。这事儿俺也做不了主呀，得问俺爹去。俺爹应该还在村里呢，俺领你找去。好，大奎，你们留下照顾好三虎，喜妮，咱们走。老铁，你到底看见没有啊？看了人人了呀。那到底是八路还是土匪啊？哎呀，离着远，俺也没有看清楚啊。要真的是八路的话，我替你向皇军请功。哎呀，请功就不用了，把他们撵走就中啊。哎呀，这要是让皇军知道了，俺村藏了一伙八路，俺就是有八条命，俺也扛不住啊。你看你这个胆子，比那老鼠也大不了多少。哎呀，陈长官啊，俺爹说了，胆子小活到老，胆子壮脏乱岗啊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有这个我怕什么？他是吃素的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走啊。武大哥，你们八路可太厉害了，你看像俺这样的能当八路不？当八路军得会打仗，你会打枪吗？俺不会，你可以教俺呀。等你学好了，小鬼子也被我们打跑了，那时候大家就可以好好过日子。东西，跑哪儿去了？娘儿啊，娘儿，娘儿！老天，啊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错不了啊，俺亲眼看见了呀。先回你家去。准备战斗！是。大家准备战斗！听着，有伪军进村了，三虎有伤在身，不能和敌人缠斗，要迅速解决战斗，然后赶快撤离。我们要赶快撤离了。大哥，你领着来的那个，那是俺爹，那是俺爹。你爹？说你这事儿办的，这不是十拿九稳的事儿，你巴巴的跑来报信干什么？你说我们这么大阵势，那不是白跑一趟了吗？你当我们保安团这些人闲得发慌是吧？啊，
你也太心疼我们了，我看。哎呀，不是，陈团长，那都是俺的错，都是俺的错，对不起了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俺请各位到俺家，俺备点好的酒菜，好好的款待款待各位老总。啊，不是老田，你也是个讲义气的人，啊，我们这么一大帮的人跟着你瞎转悠半天，是不是？你想立功，你别拉着弟兄们白辛苦一趟啊！哎呀，陈团长啊，前两天俺家刚杀了一头猪，俺再弄只鸡，好好招待各位，哎，把俺那好酒拿出来，给大伙儿款待款待。那行吧，你说我们这也转悠半天了，是吧？这村子里连个八路的鬼影子也瞧不见，那我们也就别白费功夫了。走吧，请吧。原来是你给他们下套。喜念，你好好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俺店里来的那个就是陈祖寿，俺真的不知道他跑去告密去了呀，吴大哥，俺真的没有骗你们，俺没有骗你们。我相信你。俺领你们从小路走。不行，他们正在村子里搜索，这时候出去说不定正好碰上。三虎身上有伤，也不能折腾。既然是你爹告的密，他就不会把伪军带到你自己家里来。我们就在你家里躲着。那俺领你们上俺爹屋里去，快走。队长，伪军冲到钱家这边来了。准备战斗。哎呀，陈团长啊，停，你可是鬼客呀。俺今天啊一定好好招待弟兄们，马上去准备啊。老爹啊，你是个讲义气的人呢，我和弟兄们就不客气了啊。当然了。哟，喜妮儿是吧？说，回娘家了。哎，这位是啊，叔啊，这是俺男人。哦，叫叔啊。叔好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就是老田说的那个外地女婿吧？和喜妮儿回门来了。嗯。叔啊，他就是个木头人，不会说话，您别见怪啊。哎呀，不要说了，快到后边准备去，杀鸡去啊！杀几只鸡？你们看着办吧，快去吧！哎呀，快去吧！哎呀，陈团长啊，快里边请吧！哎，好，走。哎呀，真香啊！皇上，来吧。哎，过来坐吧。我说，这新女婿回门哪能站着呀？过来坐，过来坐，陪你叔我喝两盅。俺听爹的。说让坐就坐吧。哎，哎，来，坐。哎。老田，我怎么看你有点不大对劲儿啊？哎呀，啊爹啊，那事儿怨不着喜妮儿。喜妮儿一看叔来了，就问俺说：“是杀那只打鸣的公鸡呢，还是杀下蛋的母鸡？”俺一想，叔不是来了那么多人吗？俺就把俩鸡全给杀了，一只给外边兄弟们吃了，一直放这儿了。爹，都是俺的主意啊。
哎，我当怎么回事呢？原来你是心疼那两只鸡是吧？啊，哎，行了，老天，你也太抠门了，不就吃两只鸡吗？啊，这只要给皇军办好了差，别说两只鸡了，那银元也是大把大把的呀。那是，那是啊。哎，爹啊，你可得当心点儿。前些日子俺们村死了个保长。听说是八路，哎呀，恁叔在这儿，恁瞎说啥来？哎，别说，八路什么？啊，叔啊，是这样，小半个月前的事儿，俺们村啊，死了个保长，听说是八路锄奸团干的。哎呦，你是没看见，死的那叫个惨呐，都给分了块了。村头一块，村尾一块，村西边又找到一块，到现在都没找齐呢。嘿呦，那个惨啊！不，你家在哪儿啊？俺们家在周镇附近呢，就两三里地儿吧。周镇，自打上次皇军扫荡之后，这附近是出了不少流窜的土八路，搞得我们是一点都不安生。不过也没事儿，这也都是流窜的小股的土八路，成不了什么气候。只要皇军大部队一出动，他们立马撒丫子就跑了。叔啊，你那么一说，俺就放心了。叔，哎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好，喝酒喝酒。来，爹。哎，马上。你倒上。叔辛苦，俺先敬叔一杯。哎，来，爹喝呀，别光端着。来来来，啊，老铁，哎哎哎，啊，来叔，来吧，嗯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叔吃吃吃，这就是专门给叔杀的鸡啊。当当家的，你看出事了，当家的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你慌什么呀？出事了！什么事儿？大小姐跑了。跑就跑了呗，又不是第一次跑。哎呀，这回不一样啊！大小姐走的时候留了话了，说是找八路去了。啊？哎，这丫头哎，跟我玩木兰从军。赶紧找去！哎，等会儿，大当家，莲花这脾气，弟兄们恐怕追上了，他也不会回来。那也得找啊！这八路底细咱还没摸清，你出事怎么办？找肯定得找，不过这事儿一般的弟兄办不了，恐怕得我去。你去？大当家，在这寨子里，莲花除了听你的，也就我能劝得动他了。只能这样了。他要是不回来，捆也得把他捆回来。来，这客官，您的酒来喽。哎，这位姑娘，您要点点啥？鲜汁鸡，炒盘蛏子，炒盘蛤蜊，再来个海肠。好，得嘞。哎，再来俩素菜，你自己看着办吧啊。姑娘，您这是要请客呀？请什么客？姑奶奶就爱这么吃，管着吗？这姑娘实在真凉了。说什么呢？没事，姑奶奶，我说您是金额银行。你说没？这八路又干了一场，真的狠呐，一宿枪炮就没停过。八路军中央军，八路军，听说来了好几百号人，这日本人也派了大部队过去。多久没打过这么大的仗了？这八路军呀，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前阵子到处征粮抢劫，不过打日本人这一点，我确实佩服。敢来硬的，是条汉子。说不定啊，是为了抢军火，这八路军和土匪也差不了多少。说谁土匪呢？我拿您的菜来。不吃。就烦你们这种人啊！日本鬼子都打到家里来了，不见你们打鬼子，却一个在这嚼舌头根子。打鬼子才是英雄好汉。你们真有种，当八路面说去。我拿您的菜来。哎呀，我没心思吃。
那菜市上那这账姑娘，账什么账？我又没吃，我结什么账？这姑娘的账我来付。谢谢爷。开我！你柳如静，大庭广众的，你在那嚷嚷打鬼子打鬼子，这让便衣汉奸听见还得了吗？听见了就打，怕他们？莲花，你先别惹事儿，事儿人太多，不便多说，咱俩换个地方，边吃边聊。我不跟你吃，我要找武大哥去。莲花。的军旅向前行，熊熊烈火映大地，铁的心肠，如刀似枪，无人能阻挡。升起昨日的惆怅，穿上忠心的。